于曾在2019年生日时大方仁爱吴品杰，但两人一度分手。不过近日有传闻表示，两人不但早就复合，吴品杰还送给邱雨辰一只与他生日同一天的可爱柴犬猫猫酱。而吴品杰在去年11月发布的照片中，竟然与毛弟的生活照背景家具相同，两人也经常共同出席朋友聚会，让人不禁怀疑两人是否真的复合。不过对于与吴品杰的关系，邱雨辰则是否认复合，他解释说道，跟品杰一直都是不错的朋友，偶尔也会一起玩桌游，且默默讲也不是吴品杰送的，朋友都知道他想养狗狗，所以刚好有缘分遇到同一天生日的默讲，我也很开心能跟默讲当妇女，打破了外界的谣言及爆料。